左下腿的后侧，拉紧的痛，我又看到了拜登呢，挂在那边，现在好像没看到脸，就挂在那边，挂在那边，同那个叫干尸差不多了，没有自己的思想了，挂在那边，就像一张纸啊，而且还不是画像啊，明显是一张纸，一张薄纸，干瘪的啊，现在挂在那边啊，以前还挂着，现在是挂的干瘪的，干瘪的，干瘪的像一张纸啊。好像现在你就没灵气了啊，本来也没灵气啊，本来也就没灵气，现在，更是，雪上加霜了啊，更是雪上加霜了啊，更是雪上加霜了啊，那个奥巴马，像，跟拜登呢，都有晒耳塞呀，因为现在离得太远了啊，而且是一张薄纸啊，薄纸里边两侧太。没有一个宽度啊，可以塞耳机的啊，也就是说已经不是在真正的空间当中生活了，已经不在真正的空间当中生活，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他们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，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啊，已经终于啊，这个的综合已经停止下来了，停了下来了，就像人家那个道，偷了一辆车啊，拼命往前开呀，现在没动力了啊，动力停下来了啊，已经停下来了，那个不是主动停下来，是被逼得没办法，逼得无路可走了啊，停下来了啊，现在逼得无路可走的停下来了啊，终于停下来了啊，一停下来以后啊。人家期望他们逃跑掉的，或者这个车不停下来的人也慌了，慌了以后，大家纷纷跳车了啊，这个噩梦啊，就这样先结束了啊，先搞一个段落了啊，这个噩梦啊，已经搞一段落了啊，先搞一段落啊，这个噩梦啊，先搞一段落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是现在是这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